新竹市长高虹安一早出席艺术节记者会，被问到新竹棒球场问题，高虹安现场没有回应。议员爆料消失的七包土根本没送美国。在8:52的时候，陈明真告诉大家说，从头到尾都没有送。市长是跟教育处那天挖完后，土就不知道放去哪里了。议员秀出赖截图，6月11号8:52，公务处长陈明真在 HC11公务群组提到，从头到尾都没有送。市长是跟教育处那天挖完后，土就不知道放去哪里了。这时高虹安正在被询，在土壤的部分会交由厂商，厂商会帮我们转送给。那为什么没有转送？你不用追究吗？因为后来我们其实也继续在做7月的案子，所以对于市府来说，我们已经有那七包土的下落呢。当时高虹安答得结结巴巴，公务处长的提醒讯息没多久就紧急收回，最后结论说有将土送去美国，美方也有用口头说明。前文化局长钱康明得知讯息后，随即也在脸书说，总是会梦到七包土是不是放在市长室呢？汉创跟美方来往的相关电子邮件的纸本里面，确实有看到在去年的5月份跟7月份取样的这个土壤的检测数据。公务处澄清，两批土壤都有送美国实验室检测，也都有实验数据，以去年8月份市府公布的球场报告为准。不过去年5月份的取样土壤因为没有契约关系，美方明确表达禁止公开，也公布群组对话，表示从头到尾没有送这句话是从主管群组转传到询答群组。前文时代讲，民进党议员质询台上在打棒球的议题，球场争议持续延烧，议员直批市长说谎，市府反击，看到黑影就开枪。三立新闻张玉玲，请新闻总报道。